山本昌男生活日本山梨县的一个海拔3000多尺的森林中，他一直在生活中寻找并凝视着自然里静默和细微的事物。2013年，山本昌男和他的妻子说要来到法国阿尔代市的边远村庄，他们发现，在地球另一边的村庄生活与故乡山梨县并没有多大的不同。视线尽头的山丘依然树木繁茂，夜晚的花园里一直灯光依旧。很快，山本夫妇便融入到了当地的生活中，他们开始四处拜访附近的居民，听人们叙述自己的故事。山本昌男以富有想象力的视角描绘了村民生活中日常而又不可缺失的事物，他们饲养动物和田园之趣。 A Song Album 这本书的出版以纸本这种轻薄而又温暖的载体见证了生命之间的相遇。